来看看这个礼拜五，阿弥陀开始讲，我所谓假身，啊，假我虚幻的我，梦中的我，啊，有身体，因缘生，啊，地水火风四大合合而形成，因缘灭四大分离，临出体而生亡，使我无常。阿辉说我已经干了，这句话现在给到我们身体借用。啊，就像一件衣服啦，破了，啊，你要换新的。而且这个我给大东家，现在相关大菩萨你就赚到了。全宇宙只有这一家，只要来这里出家是最棒的。像阿斌这么优秀啊，啊，他不找到法身不好，不要再搞这个，知道？好好的法身啊，找到把灵体的提升了。那灵好不好提升？把自己忘掉的能提升，忘掉自己。啊，那怎么忘掉自己？背经啊，背无量寿经，怎么无量寿经？啊，一直背呢，没念头，你们就赚到了。啊，我所谓的假身假我，啊，希望的我。梦中的我有身体，啊，因缘生，啊，地水火是大河，所以你要了解哦，我们是地水火风而成型的。那现在，啊，你在这里修行也看到，我们没有大地不能修行，我们没有风不能有空气，啊，我们没有风不行。啊，地水没有水不行，所以也给大众讲，地水火风四大合成成身呐、啊。这不是佛打开，我们也不懂。啊，所以因缘生地水火风四大合以形成，啊，因缘灭四大分离临出体而生嘛。又去找个身，而且这个身我给大众讲要听。比如你喜欢啊万物，你喜欢一个东西，就好像日本很多娃娃，你爱这个娃娃，你实际上看着娃娃，你就变娃娃。我们有访问很多了，你们可以看的。像这次六字红面呢，它不是迷信。那六字红面，我给大众讲，哎呦不得了。啊，你发心，这个功德力能帮助你，佛能帮助。像佛是法界众生啊，啊，你能看到佛，对你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所以因缘生，因缘灭，啊，因缘灭四大分离啊，临出体，而且现在你看看，在我们相关大佛寺啊，就好像。佛现在在讲，有没有听到？什么因什么果都在身上看到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一点都不能失啊！啊，你很自私，给到这你就输了。这个身体啊，它是借你用来科技，叫你养慈悲心的。啊，你才会养慈悲心，对你自己帮助是最大。真的，而且这身体来到相关的活教你啊，不会被附体，不会无常，不会八字走。其实八字不准的来啊，这是我无常，归说外健康了啊，随外在因素啊。轮回业力而变，说轮回积啊业力之辈，转业即是转此我。啊，就是灵性提升的，而且这细胞角度你不要一直想，它不会老。啊，你细胞一直想，你就老了。
没有人懂得的。像我们啊，人倒不懂了。像我小时候也在讲，人呐、啊，啊，怎么会死？啊，这死要去哪里？啊，现在学佛才知道，哦，灵性不死。啊，人们常常把此生所带来我感我受，我知道我见即我当真，而抓紧不放。而此有形啊，有此有形体的我，常常是带有痛苦。啊，有的波动啊，这个造成种种思维波动，不能做主的嘞。啊，有情绪变化，啊，有喜怒哀乐，悲欢合离，啊，住手，划不来呀、啊。像这个东西，身在波动就有感，啊，众生都一直进来，啊，不安定啊，无安全感之时，啊，招感冤亲债主福气众生，甚至魔众。哦，现在魔众很多，现在魔众我也给大众讲。不要有个性，不要魔众了。个性很强都是魔众。很严重的嘞。而且身体都不能做主。很苦啊，啊，而造感冤亲债主护体众生，甚至魔众现前，而受业力现前，无法自主，生老病死诸苦。现在人道看很多，他也不懂。你不来我们这里都不懂了，来这里才知道事情的严重。不懂。啊，像我给我们比丘、比丘师这样对你讲啊，是学佛很好学。啊，你要把身体布施掉，你能尽兴的，所以人都做不到这一点的。很苦啊、哦。啊。真正找回自信容易的嘞，这个自信让你找回就不得了了，能做主。现在人道大部分给大众都不能做主了，护体太多，很可怕的嘞。啊，说真我自信啊，此我为真，每位众生都有。最怕就是情绪的变化了，啊，有喜怒哀乐悲欢合离，像这个东西啊，都是傀儡在做的，身体它不能用的，啊，讲你身体不能做主，啊，给大众讲，你就是废物一个啦。讲我自己，这身体很珍贵哦。啊，我一定要找回自己做主。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真我之心啊，此我为真，每一位众生都有。啊，为常乐我净。佛法很棒的嘞。像我们人道也没有路了，真的没路了，啊，就是生老病死，对自己要帮助最大，啊，说恒常存在，恒乐自在，恒定不变的，无波动不动摇。啊，进化，进化，再进化。
所以给大众讲来相关大佛寺啊，啊，认识我，认识自己，我很珍贵哦。啊，现在的人来给大众讲，听进没听进去，比较不能翻页。啊，假如你经啊能够听进去，就翻页了。什么都骗人的嘞！啊，恒定不变了，无佛不动摇，恒静不受外境及任何因素干扰改变。啊，说真我自信的，啊，持我为真。像我们在这相关的，我们要听佛的话，佛讲什么就听什么，我一脚不赢。不然人道也没路，听话对自己帮助最大，而且见性很重要。这三经两法，下边你也看到，啊，也不用把脉，啊，人家进来就知道。我自己啊，比我真，每一位众生都有，啊，我也常乐我净，这恒常存在，恒乐自在，恒定不变，无波不动摇。佛法很棒的嘞，啊！假如你真的呢慈悲了，你一定要见性。假如你不慈悲啊，就问这个假设你就输掉了。所以，恒静不说外境及任何因素干扰改变，不说境转人之主，啊，无生老病死之诸福，无我无私。这个要修了，要听经了。人体啊，不要给业力分配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没人懂啊，人体很棒的嘞，科技的科技呀，它不会累的，真的不会累。啊，不会像人家进空间的。其实现在孩子很多进空间很严重，而且都不是自己，也很严重，都变形了。啊，而且这孩子都为了感情付出代价很大，没人懂。啊，说无生老病死苦。无我无私，不会因为啊因缘生而有，因缘灭而无，啊不是希望永远不会消失，有无量智慧得人吉祥，很重要。真的，身体科技的科技哦，啊。说无量智慧德相，啊，光明无量，能量充足，为见性行为自信的我。孩子们，若以啊行为真我自信，啊以认清啊啊假我的真啊真相下，当不受业力冤亲债主，那这里是即为啊给全世界讲相关大佛最有福报了。活的开始，哎呦，不得了！主要是自己不听话了，无量能量充足，啊，为见性修为自信的活，可以的嘞。主孩子们，若以啊寻为真我之心，啊以认清假我真正啊真相之下，就要让我们借假修真。借假修真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你们一定要改哦。像你们现在要听我，这身体啊，它很多妄想啊，这个妄想啊，你能够给它止住啊，你就能够脱胎换骨啊。假如这个妄想你不能止住，这个妄想啊，啊，就是磨用你的身体，
像我们现在啊，不要讲说哪个地方魔，全世界魔多了。啊，只要你有个性，就是魔了。很多人不懂。啊，我们要不要个性？不要。真的。啊，要柔和自知的，对吧？但不受业力，冤亲债主，累劫累世的记忆。啊，甚至是某种组合成啊，假我，啊，我甚至没看。啊，你看都不能做主啊。像在法会你也看见了，佛光这么强啊，不能做主一对哦。啊，你们不在我们这里法会没看，你看来做法会。都不能做主，都进空间的了。那为什么空间进这么多？思维呢？这思维太多了。我们在这里教学呢，不能有思维的，要叫你念佛。真的，你们啊，大家都学起来就不太会翻页，可以翻页。啊，若以心为真我之心，以认清啊，认清假我真相之下，当不受业力，冤亲债主，来接累世记忆。啊，甚至啊，某种组合成了假我，啊，我甚至迷惑，输掉了。啊。说来人善用此身呢、啊，啊，即使以诸苦现前时，不说假我诸苦之前意，真的。啊，来人啊，尽善之中啊，提升灵性的品质。假如我们这里啊，灵性不能做主就输了。我给他这种灵性做主很重要。啊，灵性不能做主，你就输了。大部分身体就给人家用着。啊，说能够进山之中提升灵性品质，在相关大佛是这样。啊，早为自信啊，真我很重要。啊，所以、啊。人道来讲叫做阻塞啊！啊，说孩子啊，在修行中阻塞会对心灵和个人的成型而成障碍，也产生身体健康的问题。啊，现在很多人生病，不懂。啊，在我们相关大佛寺也给大众叫做身心疗法了，身体不病的嘞。像我们身体都是重灵，哪个地方没灵？满满的灵哦。像你越叛逆啊，魔种就越多了。啊，你越顺，啊，什么时候听话，啊，佛性就显了。那你说我们的身体要不要个性？不要。啊，当阻塞出现在情绪、思维、个性上，啊，这阻塞你看看，不能通啊，我坚固的执着，就输了。啊，会对自己内在平静，而对外界的相应产生的负面。问题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这个出家，第一个要背的沙弥律，啊，沙弥律啊，你要给他背以后，一个念头都不行的嘞，没人懂的，
啊，一有念头，对你自己伤害最大的嘞。啊，为什么？像我们现在讲说破戒啦，啊，你说破戒啊，好不好修？他不懂不好修，我行我素不好修。一个小孩子五岁就破戒，三岁就破戒，他妈妈给他玩手机在摇篮那也破戒。啊，这个怎么讲？你只要头脑非分之想啊，你就破戒了。像这人道没有人懂啊，最严重的嘞。啊，现在的破戒跟不破戒怎么来分？破戒就你身体不能做主了，啊，众生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，啊，你的身体就一直在变形了。啊，不破戒的好处在哪里？我给大众讲，啊，你身体能够做主啊。啊，现在人啊，阻塞很严重的嘞，他还不懂。假如有听相关大佛师讲经，改还来得及啦。而且这空间呢、啊，你有嗜好他就进来。啊，你有不满也不行，有怎么都不行。所以当阻塞出现情绪思维个性。会对自己内在平静和对外界相应产生负面情啊，情绪阻塞啊，指啊面情绪如啊忧虑、恐惧、愤怒及啊情绪啊恐惧、愤怒啊有魔马上进来，没有人懂的。啊，导致孩子心无法平静，无法真正快乐。啊，像你很爱这个东西，你卖给他，他一下子又没有了。啊，又爱这个，又没有了。感情也一样的。啊，这个感情啊，都骗人的。啊，导致孩子心无法平静。无法真正快乐，这也是内心不满足，内心啊还存在之物，导致自己还执着了过去的伤痛、压力，而对未来的担忧。很重要的嘞，啊，所以要克无情。情绪的主宰，孩子需要培养平念啊，正念观念啊，所以啊，情绪啊主宰是指负面情绪如啊忧虑、恐惧啊、愤怒的情啊积聚。大众讲啊，情绪主宰啊，指的是负面情绪啊、忧虑、恐惧与愤怒的积聚。导致孩子的心无法平静，啊，无法真正快乐，所以此也是内心不满足，内心还存在之物，导致自己还执着的过去伤痛、压力或者未来担忧。其实仍然有伤痛，啊，你不要执着就没有啦。佛法很棒的嘞，啊，能成为自己。对自己帮助很大啊，要克服情绪啊阻塞，孩子啊需要培养正念观念及自己内在的情绪，要学习调整当下之自己，可以有深呼吸缓和情绪。你看佛慈悲啊，啊都在救我们的，像人道不能做主啊，我看看很多来这里不能做主，身体阻塞很厉害的嘞。啊，只要你要听话，大部分都有救了。啊，假如你不听话是没救的。
啊，说学习接纳释放负面之状，消减了心脏下功夫，恢复平静。啊，说思维阻塞啊，是指思维啊僵化与狭隘，啊，这个思维阻塞走不出来了。啊，因主观及固执之见呢，限于自己对事情理解，啊，决定问题的，不要自己想。像我们师姐啊，像法回就很厉害，他今天就问佛，啊，你看这个网站没那么简单，出问题来。啊，你假如啊很好高兴，他就进来了。像这身体啊，不能起伏了，啊，有起又有伏，很容易遭魔界攻击。啊，这些思维阻塞，经常因为看不好、想不好，而带来不好之障碍。啊，都是自己害自己的。人体骗人的啦，情绪也骗人的啦。像我们现在全世界来讲，很多人不懂，在我们佛法看得见，哎呦，被控制很多的，都不能做主啊。这问题很严重的嘞。啊，所以要克服思维阻塞，孩子，需要打开心胸。啊，放在个人的主观见解，虚心啊，学习新知识，啊，以真理教育啊，知道像佛法是教育的，佛法没有情绪，佛法没有我，哈、啊，这个很多人做不到，有我好苦、哦，像现在的孩子啊，好像人海茫茫走不出来，非常苦的嘞。啊，为什么心里无法平静？魔动作主。啊，我们欠人家太多，人家要你死啊！啊，你看看在我们这里，进入空间很严重的，非常严重哦。啊，从内心进行教育，还是说拥有更宽广心胸。啊，更宽广就是服务大众的、啊，介绍佛法。啊，能做无做，无做而做。啊，从内心进行教育，还是需要拥有更宽广心胸。啊。容纳他人的意见，啊，修炼呢内心的培养出啊掌心的智慧，听话了，听佛的话。你看现在人啊，哎呦不知足哦，也不是不知破戒就不知足，破戒啊身体就给人家用走了，啊，现在人呢没有办法做出来。像这个大法，你能学到就不得了。主要在践行呢，啊，一直背经背经，对自己帮助，所以修行心上下功夫。身体科技的科技的来。啊，容纳他人意见，啊，修炼内心，培养掌心的智慧。啊，你要讲好要听。啊，不听就输掉了，也不能做主，很苦的来。啊，所导致自己还执着过去的，啊，这个。一句话，一个念头，像人道很苦啊！来到我们国宝地就有救了，所以灵活方式应用实现中，个性阻塞啊，
是指孩子固执于个性，坚持自己行为，心灵道很短，你很固执啊，给大众讲，你自己对自己伤害非常大。啊，也不能见性的，而且很痛苦。啊，每天这样慌慌忙一天过了，每天加紧。啊，只跟阻碍了自己成长与他人的连接互动。这个个性主宰可能啊，是由于自我中心的执着支配，啊，控制于所引起，啊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哦，身体啊，它是无常的，身体的固执最好是不要。在我们贵宝地啊，克服个性主宰了。啊，你有个性，人家不会跟你在一起，很苦的啦。抓孩子啊，需要培养智慧和智慧。啊，慈悲智慧，爱意是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。啊，通过培养善心、同理心、尊重他人的能力，啊，懂得啊，看见他人所需，并放下自我身的立场感受。像现在你看看，我的某种都在废，哈哈，你讲的话，这个。头一不正啊，你就给他控制了，没有人懂得的。相关大佛是这，像这个无私的布施，你要学啦。啊，能做无做，无做而做。啊，要克服情绪啊，思维个性的阻塞，需要培养正念、智慧与慈悲心。我们都在救人呢，啊，能救起来就赚到了，救不起来就淘汰，哈哈，你再去轮回，哈哈，这需要时间和修行的能力的。自私大部分都是比较淘汰多，假如说你为大众，啊，为这个相关大佛说，哎呦不得了。啊，超度啊，要一直突破了。啊，通过修行内在转换，可以啊，逐渐的超越这些阻塞，实现内在平静。啊，智慧啊，开放心胸，这要修要修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一定要修。人体啊，要看了。啊，个性强了。比较辛苦，啊，个性不强，比较不会辛苦。主要自己啊，更是自己最好的救星。啊，每个孩子都是像白纸的嘞。像我给全天下讲，从小你给他玩手机，这孩子就完蛋了。啊，孩子们，无论何时遇到阻塞。每个人都拥有改变自己能力，只要精进修行正念心理，真的听经的啊，逐一示范啊，直接主宰更能够找回内在平静与智慧，专修成长与灵性成就啊。老师开始讲。在座各位啊，是我为现在梦中的梦中的每个人都是，可是都不行，好像一天过一天了、啊。你只要没有空气，你就死定了，你人生就完了，没有人懂得嘞。啊，指梦中人家魔多变多违反。可于此时啊，现在梦中未醒，又在入梦。假如不是宇宙的准则啊，你都在梦
而且付出代价，附体。像我现在把人体啊给打开了，啊，我们本来是仇业来的，啊，你单纯呢、啊、学佛，啊，看好不看坏，你的身体、啊、保持原状，啊，假如你今天啊起伏很大，啊，个性很强，你的身体开始在变，而且不是自己。我也给全世界讲，为这生来付出代价不值钱的，非常不值钱的嘞。都在做梦，而且最可惜就进空间的，啊，这进空间在外面是判死刑的嘞。怎么办？你一辈子不可能醒，再相关到都有救。啊，他教你折法，可是你自己也要精进。啊，假如你自己啊惰性，那就输了，绝对不能翻页。啊，假如你真的积极，才能翻页，就是不能睡了。啊，像你这么年轻，一下就走，一下就走，你怎么去老？而且人家附体越来越多，你 越没有力，没有力气的嘞。而且越来越枯萎。我给大众讲要听我，啊，而且尽量不要做梦，睡觉做梦对你伤害最大。啊，我想为什么睡觉做梦对你伤？他抓你的灵，你有贪嗔痴慢，你的灵就被抓了。像很多都在地狱受报的嘞。啊，这地狱受报，晚上啊你喜好，他就变化你爱的，啊，给你去造业。啊，那这第一啊，你就要去受报了。啊，你造了业重罪行呢，他在地狱就在告你，晚上去地狱受报，样子就疲惫了，早上起来没精神了。啊，只梦中梦可以啊，昏沉入梦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自己要救自己啊。啊，不宜进入空间时入梦，可以夜晚时入梦。啊，故此啊，能够随梦境而有所不同。像很爱睡觉，大部分都是喜怒哀乐啊，悲欢离合，高低起伏。你身体怎么能够做主？不行的嘞，很苦。像我们都在救人啊，啊，能救得起来就救一个，救不起来就放弃了。啊，怎么放弃？你自己找的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像佛的事业很大，啊，也不急，这次救不到，下次救，啊，下次再救不到，还有个再下次救。那你说谁辛苦？当然是你啦。啊，聪明的人啊，这次就救起来了。没人懂，啊，佛法很棒的嘞。啊，而且啊，给大众讲，你不要何时何年何月，像你的个性啊，我跟你讲，万劫轮回在早上好，假设现在我在空间说，啊，万年都有哎，哎呦，吓死人呐！啊，你说我们要不要个性？不要。啊，个性就把你给毒死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假身划不来的嘞。
像啊，不管佛老师在讲，都是讲给师众弟子听的来。来我们这里修学啊，给大众讲很重要的。啊，像现在给大众讲，闻到佛法要真心的啊，可以啊，进入啊空间啊，死的入梦。现在给大众讲，像好像睡觉，大家很正常。哎呦，这事情很严重，不是叫你不要睡觉，这样真的修行的了 醒了不要再说，哎呦，我再睡一点，那你就输掉。修行呢、啊，警觉性很重要。像我修行算自己啊，顾得很好，啊，一睡了，一醒来，我马上再冲进，我不会停止的。我不会说睡了 我再多睡，啊，其实、啊、你现在看你，人家睡觉很多，你照镜子，不是你。像以前我都会看脸的，啊，睡多的脸啊，大部分都是给众人给用处。我给大众讲要听哦，啊，你讲的有警觉性的，对你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啊，可以啊，夜间是入梦，故此我人也梦境而有所不同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像我们呢，人体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你好苦、哦，很苦的嘞。啊，有种种不同的我，你看你身体像菜市场，所以我们啊，在这里教学，第一要见性。不能有情绪的，啊，你有情绪，你这就给人家操控了。啊，说此时啊，已能到下一个梦，可能进入地狱。啊，在之后可能已出生到大地万物。划不来哦，像这身体都假象的。真的啊，所以像有许多障子离乡啊，游于梦中未醒。像你们现在就是离乡未醒的，现在来这里闻到大法啊，不管比丘、比丘尼、侍童都一样啊。说此时啊，相关大法师啊，慈悟已下凡，南无阿弥陀。哦，我抓很紧哦，我啊，累起来，二个再干了，啊，累起来，赶快休息。我不贪睡的，啊，我要更要坚信，啊，不坚信没办法救人的来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现在进入梦中很多，啊，不能苏醒，只是能到下一个梦，可能入地，在之后，啊，已出生到而入大地万物，而入大地万物，所以像有许多暂时啊，离乡游子而梦中，是吧？好死回故乡，喜欢这个世界，哎呦，像我一天和单两天有。像这三天超度，啊，真的，感谢啊，南无阿弥陀。你看那一张就知道，我昨天超度很多嘞。啊，像你们一睡觉你就输了，啊，也没有超度，就为这个假身划不来的嘞。他不是压力有，自己要精进。啊，有压力不能见性的，没有人懂。啊，说皆以许多离乡忘了当初下凡所化缘之归期，迷失梦中的游子回，啊，回去，
但愿游子能够听慈母呼唤，早日回师，找到归乡之路。阿香王在在听呢、啊，阿香要见信啊，欢迎，可以的来。哦，这个禅能法师啊，永宁法师啦、啊。啊，说讲经常提啊，个性使然，但许多人清楚自己个性，啊，知道自己啊究竟造了何因，才如此受这种果报。每个人都有个性呐、啊，而且不止一种个性，所有的个性融合一生呐、啊，成为啊此时此刻的自己。生活是时间呐、啊，可以啊有个性，也可以不需要有，但身体确实很容易受到个性，要听经呐、啊。啊，听经对自己帮助最大，而造下来业因，明明不需要受此果报，啊，偏偏啊让自己挨了这么多的苦。啊，即使是我常说，个性使然。啊，个性有从过去生带来，也有从今生环境中学来，不论是过去生或今生，那一旦有了个性，身体就受苦。那为何还有个性？有几个问题有您提出，大家注意。第一个问题，但是你真的要耍个性啊，自己还是自己吧。啊，再来第二，是什么原因啊？啊，个性老是起邪见。啊，再来第三，个性对身体影响正向啊，还是负向多。啊，再来这个第四啊，业力根源呢、啊、是我个性起因化。像啊佛法来讲啊，不能自私啦。所以上述几个问题啊，其实答案都明显可以见到，个性对于身体影响极大，绝不只是当下起的个性而已，后面还连带是连串的后果。最令人令人接受的是疾病带来的痛苦啊，很快哟、哦，而且啊，强烈个性容易使身体被取代，也容易唤醒体内啊，这个体内带讨报的冤亲债主，招感呢啊，招来外在相应的重力，种种负面结果使得身体逐渐走下坡，难以抗受啊，最后得受得病受苦，苦不堪。其实啊，身体可以不要有个性，但人体往往执着自身啊，个性随之显出啊，然有决心啊，这个或调整，将业力啊，这个业力照感，使人生啊随命运而走，随业力而行。说如何调改自己个性，别无选择，更是放下自己。但是放下对于人类而言难以做到。啊，尽现前忘记原本，说好要改个性，啊，依旧原来模样。啊，此时啊，一是又自我反省，啊，一是只看待，一是只猜想因果，此过程啊，需要不断的检视个性，身体符合，尤其当身体有明显病出现。更应有决心。现在我们相关大佛是很现实啊，你要不改个性呢、啊，你众生都一直出来，你也不能做出。我给你们大众讲要听，应该看淡啊，此生啊，啊个性，貌似个性使然，常摧残自身，染浊自灵。啊，这个摧残自身，染浊自灵。不能进行，阿德为何？唯啊，一生病痛而业力，啊，这个很重要。
高兴啊，啊，造下来恶因，为果报恶因。现在很多人都不懂。好，我们来看赵博士。阿嬷提到很多灵啊，其实都是尘缘再来，但现在在流浪中，流浪原因啊，不小心落入了迷惘当中。迷惘的是执着抓紧，害怕一切变化，但其实啊，变化人体空间相当奥妙，由业力命安排啊，结局中像这业力安排，我给大众讲，像这身体啊，又不能想不好。啊，一不好，人家就抓你了，你也不能做主，而且不能自私啦。最怕就是自私啦。像我都在劝人呐、啊，人不听我也没办法，我自己改啊。我一点点我都不敢，哎呦吓死我了！看到他们病人病入膏肓，啊，人体啊，许多时候都是念头导向，啊，念头带自己走的一条路。啊，念头刚好想好，身体自然感受神清气爽，但是见恶想恶，心里受到情绪，想恶就是自私的。啊，人体不能自私哦，啊，人体一自私你就输了，想自己就自私了，所以心会受到情绪高低，身体里终身跟随情绪。就像海浪一样，一旦海浪起，要平下来要很长时间。所以上细胞空间呢、啊，不要被恶细胞给占了，要看好，啊，完全存善，啊，存善很重要。所以这个啊，为什么这些人应该有发现？当你想坏，那恶的念头很多时候就啊绵延一直下去。越想越偏，啊，越想越不好，啊，越掉入漩涡。说的大理都是身体感受，啊，再说深一点，也是自我保护。啊，在这个浮动的过程，其实身体空间一直在转。哎，我们身体好可怕！我现在超度才知道，所以我给大众讲啊，没有那么简单哦。现在孩子都不能做主。好，看贾博士在讲自律啊，一自律一定要做好良好事规划，第二自律是一定要良好睡眠，我也要走更远的路。啊，第三自律啊，懂得什么时候要说，什么时候要放。我所说的都是世俗追求，愿每刻每念头。啊，修行可以将灵身体抽离，如同入漩涡中，往往轻易失去。现在灵很多是这样，进入了空间呢、啊，非常容易。啊，这夜晚入梦啊，现在没有人懂，在相关的才是啊，你思维都入梦，灵都会被抓来，三魂七魄啊。在相关大佛今天佛讲，不是在相关大佛寺里面出不来的，有佛有啊老师帮忙的。没有人懂的。像人道要不要高低起伏？不要，越单纯越好。啊，我喜欢单纯，我也不想听。但今天还在讲说，啊，出家人说教的三昧律，你说不要讲给我听，我不听。啊，我不想再说这个信息了，可是我自己守戒。啊，我不要为了自己一生啊换戒，我不要。我都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，我都在帮助人。我也不听那事了。啊，像我给全世界，你们都要自救了，谁也救不了谁。只要你不改，很难救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要听我。像我们现在，啊，三河大地都是重灵，
有这身体是科技啊，不要再去做三个大地啊。我们都在劝导啊，到底劝导有没有效的看自己啦。只要你不改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你要听魔的不听佛的，我们没办法啊。像有许多暂时离乡游子与梦中未醒，儿子回故乡希望起的事情啊，在这里就是希望了。像我每天我过的日子就是希望起的事情，法喜充满的啊，一直超度。像魔众啊，你怎么攻击都没用了，我不会停止的。你看我魄力在十足啊，我整个地球啊充满了啊这个法身的嘞，都叫佛在救的。三体是科技的科技哟、哦，啊，不管你魔子魔孙怎么攻击，啊，我才不会信你呢。我在生日之前呢，做，啊，一直做，真的突破世界，能救一个算一个，救一个算一个。包括你这魔咒以后也是我救的，不是我救谁救你啊？没有人救你的。但愿游子能够听见慈父啊，早日回世，找回啊归乡之路。真的啊，最要舍我用神啊，啊，像法喜啊，他就知道啊，这个脚有时候他在啊看都是众灵的来，你不带众生苦不可能的啦啊。要舍我为众啊，用身啊一家修正的学会之心。假如你今天学佛跟那佛心一样，哎呦我恭喜你啊，你啊真正是佛来的。假如用这假身啊搞感情啊搞男女啊，啊你不是愚痴啊就是狂妄，而且自己也不能做主。很严重的嘞。啊，像在我们佛法教育啊，在相关大佛寺啊，看素师姐这二十多周年，我学佛三十几年，我都在救人的，而且一直在给大众个性要改，个性要改，不改会被抓走，没人听，跟着佛很棒的嘞。啊，生活给大众讲，这个身体短短几十年呢，人家讲100岁36000天呢、啊，数钞票很快的嘞。啊，而且我们也活不到36000天，大部分都1万多天、2万天就走了。啊，假如你自己能成长，怎么样要克服这睡眠，你才有办法救的来。现在你还有救了，那、啊、你没救了，啊，那怎么救？因为他很喜欢这个性，很难救。像你还很干净，啊，不能有情绪，啊，不能好坏。啊，还是自己有感觉，还是自己自卑都不行。啊，每个人都是科技，有不要自卑哦。我给全世界人讲要听。啊，每个人都会找回自己来，要进行啊。啊，人们活在世间里，有时有我。若要修行学佛，就是学将我。
啊，自是为我，舍掉。啊，不然就做事，啊，还是在念佛，啊，不然就背经。像你们一上来一上来，像现在孩子，啊，不是你这样，外面很多的嘞。像我们轮到佛的要干什么？啊，佛的人见性，主要灵性提升的。今天佛讲要灵性提升的来。比丘，比丘你很重要。啊，自己不能做主，进空间啊，自己要去突破。啊，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的啦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这对人们来讲是一段非常精心的过程。啊，在我们这里不会啦，像我能帮助你。啊，因为众生一直活在我的世界。啊，对于没有我这件事觉得太陌生，即使学佛，经律论三藏皆是帮助大家认识我。可是啊，很多人讲说，哎，这是高僧大德的。啊，我们没有办法。啊，他是祖师大德，你错了。啊，都是人体的。啊，但是啊，我也啊，古今既学我者多，成我少。来，因为众生背负了我假我太沉重的污染。很可惜的嘞，啊，而不认识真实的，啊，无负担的我，自信，像你们在睡觉，哎，我超度超了，好了不得了，啊，我也给你们讲，佛在超度，你们眼睛不能闭。啊，你们还是比吃亏很大的。啊，看你自己啊，愿不愿见性啊？啊，对人们来讲是一种非常艰辛过程。啊，因为众生一直活在啊我的世界里，对于没有我这件事觉得太陌生。啊，其实学佛。经律论三藏是帮助大家认识我，啊，虚妄的我、假身的我、自信成佛的，都是三藏中的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经律论呢，三藏是帮助大家认识我，啊，虚妄的我、假身的我、自信成佛，都是三藏中的。说，但是为何啊？啊，古至今学佛多，成佛少。不懂啊，像我们的假身啊，我也给大众讲得很清楚，他是骗人的嘞。啊，那因为众生背负着我，假我，太沉重的污染啊。而且这沉重污染大家听不懂，你只要有身体的我。你过去神都在你身体，它就显现了。而不认识真实啊，无负担的我自信，很可惜的嘞。非常可惜哦，没有这件事觉得太陌生。即使学佛啊，经律论三藏是帮助大家认识我。所以虚妄的我、假身的我、自信成魔，都是三藏中的。这但是为何又有古至今学佛者多，成佛之上？啊，不懂啊，不懂。像你们现在来我们这里就懂了。他身体是借你用的，你要去用它。啊，要去突破，而不是我每天轻轻松松。现在人到轻轻松松都一直在老。不一样的福田多，
现在很严重的啊，乃婴儿重症，背负的我贾某太沉重了，而不认识真实，而无当的自省。我们在这里啊，帮助你找回自信来。啊，只要你听话都可以。人啊，其实老实很好修的嘞。啊，你看你不能做主，一下就走了，就不好修了。才知道你已经不能做主，现在给全世界讲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每个人呢、啊，你看，你看都是大学毕业的来，啊，学问这么多，不能做主了。像现在十几岁的小孩子都给人家用走了，啊，甚至梦华世纪众生，越是处在科技世界里，越是活在我假我世界里，千万不要去摸科技哦。啊，这个科技你就输掉了。在这个相关大佛寺啊，他在佛法的教育，我也给全世界的父母讲，孩子不能玩手机哦。孩子你给他玩手机啊，他的灵就给人家用走了，很严重的嘞。啊，因外来科技如手机、电脑、游戏啊，网路玩具、网路就是要满足我需求、我的欲望，却不知这个我是沦为我，就好像说我要身体快感，像这几个孩子就是三单，都高材生哦。输掉了，他也不懂啊，这却不知这我沦为我，短暂我。啊，甚至带给身心灵啊生老病死的我，啊，所以我们在网上讲啊，能够听进去的人啊，赶快听，改，改救谁？当然救自己了。都是救自己，不是救谁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啊。所以将我假我放下，甚至扔掉，需要是假身的寻回自信啊，要听经了，对自己谁慈悲，对自己慈悲的，但是对自己不是对谁啊，你假如不想坚信的无所谓，就是生老病死。个性要改哦，你个性使然，你看看在华会不能做主，你看了很多的嘞，整排啊下来，你看都很好，一上去就不行啊，表示了三魂七魄出问题了。啊，你不来我们贵宝地不懂啊，来到这里啊，给大家要珍贵啊，怎么珍贵？佛开示每一句都把它听进去，改修行呢，舍我身，啊，你不能舍我身，不能尽心的啦，但这个我是假的。阿难们对于放下我舍我是如此陌生，
啊，尤其现在外来科技如手机网路，哎呦，你看走路阿伯都在用，这个就是空虚啦。像我们这里也给到了，它是高科技，它不靠外来。啊，主要是灵性提升，这灵满满的嘞。像我们现在说，啊，我昨天讲说开红盘，是整批进去，能念佛都能往生的嘞，不念佛又淘汰，啊，去脱胎的嘞。啊，每个人都是个体呀，要自救啦。啊，当然是为满足身体啊，我所需变化快速效率，可以啊，忘却痛苦得一时的快乐。啊，在一时快乐很短暂哦，尤其男女，不值钱哦，真的，太不值钱了。啊，身体给他突破，科技的科技，帮助人。而且现在我跟你大众讲，你是要头脑，人家讲什么你就去看，没有看也不好。啊，你能翻页的啦。像你看现在讲我淘汰很多，个性不改淘汰了。啊，对于放下生活如此，啊，是为了满足身体我所需变化，像这身体啊，我们已经介绍非常久哦。他身体是借用，不能起伏。啊，你有起伏，人家众生都找到，只能看。啊，看到法境了，啊，能跟佛对，看好，你这人是心量大，看不好你就输了。众人就知道你心里想，现在很多啊，像华清华西啊，啊，华清他们也是啊，都要看看，速度快，啊，越进化越好。假如你啊，每天一直背景把它清啊，你空间都开下来。这是科技，科技给大众讲一听。啊，这身体啊，你能得到科技，辛苦一点，突破。啊，不要讲不行，讲不行，讲不行，你就输掉了。啊，什么都要突破。啊，要守戒了，戒律很重要。啊，而且你看看，现在很好心的，啊，都是要开花。开发你一动心，魔就抓你。心不能动的，一个念头不对就被抓了。现在很多啊，人们对于放下我、舍我，啊是陌生。尤其现在在啊这个现代外来科技，如手机、网络游戏，啊都是为了满足身体的我所需的变化。像法镜啊，你在这里啊看到佛在笑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他是法界众生的。啊，他法界众生怎么？假如啊，这个你现在跟佛是一心的，佛就是跟在旁边的。就像我在超度，我只要进去撒千百亿千百亿，啊，有人呐、啊、念佛还是有佛光照，他就把他带走。是这么自在的嘞，像人道，绝对不要外来的东西，跟佛最好。像今天我不是要采购，我不想出去，满满的重力，你不要看这里都满满的，你是看不见的。啊，可以忘却痛苦，得一时快乐，可以填补内心的空虚。像现在。学佛给大众讲，不是内心的空虚呀、啊。学佛，他是找回自信的，
是灵性的提升啊，所以即将人与人之间的啊，该面对事情，想拉越拉越远，就是自私。心中一种虚爱的假我世界，因为沉迷其中以为我就是如此。与现实生活的我距离越来越远。这个大家听吧，这越来越远就是你身体给人家用走了。不能用的嘞，在我们贵宝地啊，给大众讲，自己要去净化，才能够进行的。自己没有动力，也不能进行的嘞。你这人生就淘汰了，这动力啊，身体是科技的科技，原本现实生活上我。一直轮回夜下的我，这个好像听不懂你越来越不能做主，你越来越都是世俗喜欢你身体被附体很多，你都不能做主来外在的科技像华如家一样，外在的科技帮助他贪嗔痴慢财色没断就不行的嘞，人家就走了，没有人懂的嘞，很严重哦。要有定的，就像我有定了，魔众怎么干了我身体受伤我不理，我身体受伤很值钱的，每个三十天付出代价嘞，不然他们三个在写什么都要的嘞，不像你们轻轻松松，又进空间在睡觉，你不懂，你给他用走了，现在男男女女都这样，好可怜哦。一定要睡觉突破这个空间很重要，不然不能做主啊。主要如今再加上外来科技，我。离自信越来越远，都是靠外来不行的，要靠自己。像我都是靠自己，主要大家把我抓得紧紧，若提到要死，就是痛苦难当。一空气不来，死的就没有了。没人懂才能不受身感身受迷惑，像这身感受迷惑走不出来，就是附体抬头附体多你就不听话了，那你说害谁的是害你的，像我很随缘你们不听话，自己就这一世就白来了。假如你听话，这是你科技的科技。真的，像你们现在，你看看男男女女进空间，你不来我们这里，谁管你很严重的嘞。因为为舍假我，故被我感我所迷惑情。心有喜欢的啦，就进入空间的啦。说现实生活的我，距离越来越远，渐行离渐行远啦。有生老病死，有终身做主机会。假身给人家用走了。如果说我物质做家务，
阿无感受家伙，无生感受生存。在你家你要怎么做都可以，在佛寺啊，你造这么大的业，你怎么扛啊？在佛寺啊，佛住持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你们都要听的来。而且现在不是说啊，你死掉了下一次报，不是，他是在现实在受报的来。啊，说自信才是真正的我，真正能做主的我，无所轮回及业力控制。啊，许多学佛人们就是希望找回自信。啊，当时加我信弥陀，阿辉信加我舍弥陀。信佛的佛讲的话要一讲不一的，你不信弥陀，你是魔。啊，你怎么能够做主？你绝对不能做主的嘞。啊，所以此为众生问题呀，信佛之心不坚定的，故而知啊，啊，目前学佛的现况，我要现代科技啊，啊，出入越深入啊，啊，越先进展，与自己越来越远，啊，所学佛行为自己难度高，越需要克服更多的问题。啊，没有感觉能够突破。啊，有感觉你不能突破的。像我们用身体服务了，把自己忘掉。啊，要的嘞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像我们身体来的不容易，像这几个孩子把它挥霍掉了，就是晚季晚治的啊，真的很可惜。现在很多孩子啊说耽误舍我用身呢，用此身进化再进化，不能不去谈谈。啊，才能南京佛法的去啊，佛法两个字啊，法律啦，也就是戒定慧啦。目前呢，学佛现况啊，故知啊，目前学佛的现况啊，我要现代科技啊，接触的越深入啊，越先进的啊，自信呢，离得越来越学佛寻为自信。难度高，啊，越需要克服更多的问题。啊，都当舍我用身，啊，用此身进化再进化，去难得进，啊，才能拉近了与佛法的距离，啊，才能够行为自性，这也是目前阿婆的教育修行重点。我们都在帮助人呐、啊，啊，假如你一天当两天用就赚到了，累就休起来，啊，不要睡太多，你的睡眠可以克服的来，啊，像我们的智慧学净土，智慧如海。啊，在这净土修行中啊，啊，释放是智慧的表现，正能量的啊，这个源泉，通过释放负荷量，摆脱痛苦的束缚。啊，现在看到人很多人痛苦啊，啊，这痛苦怎么来？自私来的啦。啊，你越自私啊，你就会越痛苦。
像身体是科技的科技，你这么痛苦，你不是很自私？啊，通过释放正能量，传播喜悦慈悲的力量。啊，通过释放正能量，摆脱痛苦与束缚。啊，释放智慧表现正能量的源泉。啊，把这身体忘掉，做不做不做做做做做做做，都在做。啊，调整修行之心，使智慧者修行之道。慈悲，啊，拉近啊与佛啊的距离。像我的责任现在就是超度讲经的，很发喜的。一直突破啊，调整修行之心，是智慧修行之道啊，带来了内心平静自在，而且身体是高科技哦啊，越需要克服更多的问题。像我们人的有没有问题？很少，可是人家现在问题很多。像一句话就是无中生有，一句话就是那是不能见性的。像我都不想听东西，哦，我喜欢念佛。啊，念佛能够平静自在，而且超度。像我的念六字后面都在超度的，啊，哪个地方都超，没有一段不超。很棒的嘞！啊，说修行过程中啊，啊，释放是一个至于啊至关重要方面。正能量、负能量啊，调整自己修行。像正能量，纯善的；负能量，自私的。啊，像你现在不能做主，魔众做主。啊，能够做主，做，把自己忘掉，都可以的。啊，说佛的佛法的教导，正能量释放是一种善巧的行为，可以带来内心啊喜悦平静，也能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。很重要哦。啊，正能量的释放可以 啊体现为善好、慈悲、宽容啊，关怀他人。当孩子学会用正能量对待他人时，自己将体悟到无私的喜悦。啊，什么叫做正能量？我给大众讲又听哦，看好想好。啊，当孩子学习正能量来对他人时，自己将体验到无私喜悦，啊，和心灵的自由。像身体啊，科技帮助人呐，没有人懂得嘞。啊，佛法也教导孩子要释放负能量，如啊，愤怒、嫉妒与执着。哦，这个最糟糕。啊，自己不修行啊，有嫉妒障碍，就把自己给堵死了。
啊，对自己伤害很大的嘞。所以负能量的积累啊，会让自己心境变得狭隘啊，固执，就要自私了。现在相关大佛说给，原来学东西不能自私的，自私就输了。啊，假如你有听这三年多在讲这经啊，佛法教育，大家要听。人就是己，所修行啊，修改之心，啊，学习如何释放自啊，符合呢？是符合人家叫做自私啊。像你自私人，现在看到也不能做主。啊，现身体啊，啊，可以讲很痛苦。呵呵啊，人要不要痛苦？不能痛苦的啦。像现在全世界忧郁症、躁郁症很多，没有人知道佛法的浩瀚。佛法浩瀚无比哦，真的。啊，不自私，叫你不自私，为主。把自己给布施掉，快乐无比的啊！自己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啊！恢复内心的平衡与平静，能够疏解内心的闷苦，修改啊自信，学习如何释放负能量啊！负能量就是看不好了，我给大众讲个题。啊，宇宙准则正能量，遵守规矩，人体很棒的嘞。啊，像这心啊很重要。啊，心啊，这身体啊，完全听心的嘞。啊，心里什么都看。没有一样不好。阿人牺牲小完成大帮助人，像那某种攻击啊，我很值钱的嘞，我也不会去偷。啊，你给我脚怎么样，哪个怎么样，无所谓。啊，我有时候生了，啊，可是我的灵就不得了了，发挥很大。啊，像给全世界人讲要听了，像我的身体细胞不是元气在，完全是阳化身啊，大家都听得懂的。啊，那什么叫做阳化身正能量？啊，一个念头啊，好救人，啊，这心一动，全身都能救人的。啊，调整修行自心重要的过程。啊，恢复了内心平衡平静，完全助人为快乐之本。而且帮助他人积极影响，人体骗人的，你不能用的啦。啊，人体你没有正能量，现在某种当道啊，你造的业就啊，给大众讲啊，也不快乐，划不来的嘞。啊，所以调整修行自心是重要过程，需要认识到自己内心的状态。啊，我们非常重要灵性的提升的啦。啊，并在修行中做出相应的调整，包括观察自己情绪思维。人大要不要情绪是不用。啊，为什么不用？骗人的啦。
身体科技科技哟、哦，每天快乐不得了，真的。啊，你没有助人不晓得，给人家不病不老，灵性不死，呀、啊，你功德很大的嘞。像我都等人栽培了，啊，我们比丘比丘尼都要身心疗法了，都是灵性的提升，这是目标了。啊，灵性的提升那么容易啊！非常容易的嘞。啊，在我们的相关导护室调整内心。啊，人道不要自私，很好用的嘞，能见性的嘞。人道你知识就输掉了，没人懂。在相关大博士修行也给大众佛会帮助你，现在没有佛语啊，谁帮助你啊？像华如啦、华辉啦，还是我们的比丘比丘尼啊，都是佛在帮助的，有问题就问。那你说你还有没有啊情绪和思维？没有的嘞。啊，情绪思维啊，我给大众讲，那个负能量啊，为这假身的、啊，这身体要去做。啊，人道来讲啊，像在相关大佛寺，你们要感恩哦。啊，将体内无私的喜悦心灵找回自己。像你不听话，会受报的嘞。啊，不听话样子都变形的嘞，没人懂。所以我给大众讲，第一个修行啊，啊，给大众要听，改自己个性很重要。啊，佛的教导要依教奉行，像我们都是依教奉行的。啊，一脚不硬，跟佛的脚步。今天呢、啊，没有我佛南无阿弥陀，灵界没人救他了。现在灵界救很多，真的。不然啊，澎湖开天，灵界没人救他了。啊，所以来到贵宝地啊，啊，愿把身心奉承上，这句话很深哦。啊，把自己错误见解、错行为、人体的个性改了，你见性了。啊，好不好？建议好。啊，这个人体来讲啊，他不会累的了。啊，人做无做无做无做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
啊，必修行正念智慧来引导。啊，修行内心啊的纯净明亮，培养啊，培养出平和善良的慈悲，可以的嘞，很棒哦。啊，修行内心的纯净，而也不生病，而且明亮，而能也培育出平和善良智慧的内心，啊，以更有意义，啊，和有意义方式持续修行。像我们现在主要是灵性提升的，我们在这里栽培，它是高科技的。而且你的空间看不见，在相关大佛四季如春的来，不管老师呢，啊，不管我佛了阿弥陀佛，啊，先调改我们的身体的来，像我们身体要正能量。啊，真正的正而不邪，静而不乱。像我都看好，人家看不好我都看好，我不看不好。所以很多生病的人要来这里医，我给大众解药听哦。你们要看好，啊，你这身体是重力，他才会给你化解的来。啊，假如你不能看好。他不能跟你化解他来，说入了寒冬了，啊，老师在讲，现在澳洲是寒冬了，像我们早上你看朝地就白雪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入了寒冬啊，知重苦，多少重林带旧重，啊，白松重重护大地，寒冬知重啊无啊。无污染，所以全身呢、啊、多啊多所无能救，其中有这四种言，受苦待救中，感恩弥陀说化身草，佛光化好度无数。这个好像大家听不懂哦。像现在空间有空间，像我们要学会知道，有二十八重天，有四圣法界，有宇宙。有银河系，啊，都是空间的来。像我在看空间，超很多。啊，海底，你看，都是重力的，不管啊，东西南北，东海龙王、西海龙王、北海龙王、南海龙，哦，有满满的重力哦。没人懂，啊，这大地，哎呦，满满哦，大地都无边的嘞，都是重力，空间也都是重力，啊，没有人懂的嘞，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今天不是学佛，不晓得。灵性都不是的，没有人懂的。所以啊，蓬勃开的灵性满满的来，哪年代都有，几万年都有的来。所以相关大佛师的教学啊，教你走到哪里，念佛念到哪里，啊，帮助这个。啊，山河大地也是养心养性啊。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养心养性，这就你了。
像人道中生老病死，在这里没生老病死来。像这个高科技，自己要慈悲心的、啊，啊，慈悲心越大，你的变化就越大，都是在救人，救了就忘了，这是真理的。啊，说佛号，这个佛光佛号度无数。所以这六字佛名非常重要的啊，但愿示众啊，啊勤精进，戒定慧当下功夫，净化自然成。所以这戒定慧在佛门很重要。你只要破戒，你身体你就用走了。啊，一定要照规矩的来。啊，能入啊，相关不容易哦。能随佛盘不语，真的，我一天当两天用来。难题是高科技哦。啊，皆是往昔修大福，阿人的如今在佛地。啊，给大众讲啊，一天要当两天用。很棒的嘞。啊，人不老不病，灵性不死。而且我也在网站讲，假如自私为自己，不要来这里了。啊，只有自己死啊。假如未众欢迎加入，人道没有路的啦。人道只有死路一条哦，他没有出口的，啊，都是生老病死，人路相关不容易哟、哦，啊，人随佛旁不容易。现在是往昔修大福，人得如今。啊，如今如佛地，真的，下来呢，我珍惜就是有大福了。佛在开始你们不听啊，对你们伤害很大。下来不听，我就听魔了。啊，给大众钱要听哦。难题是科技的科技哦。啊，尊尊解佛是啊。尊尊皆佛，啊，只是名，每一个都是佛。像老师啊，以前啊，在给我们开示、啊、写得很好，弥陀弥陀的弥陀，原来弥陀的弥陀，每个人都是弥陀。啊，尊尊佛是弥，啊，真代得度佛道成，啊。这个寒冬中啊，弥陀佛六字红名空中响。在冬天没冬天，啊，我们超度不管冬天，四季如春。超度很重要的嘞。啊。透入众生心安啊，心解寒，佛光带来能量暖啊，弥陀啊，感恩弥陀是我化身照，去得西方人天，最少不要在空间拿出来了。像我们现在就是在超度，把空间给打开了，真是呀、啊，很珍贵的嘞啊，所以也要给大家。要珍惜呀、啊，再来的宝贵啦！佛法的教育哦，啊，佛法的教育就是气机气理，每个人都可以，每个人都可以进行。
很棒的呢。像我们现在看到人体生病了很多啊，不晓得都是自己个性找来的嘞。啊，你看老人呢好苦，也不懂。啊，岁数越多越多，啊，很难改呀。啊，其实能到我给他说，你只要慈悲、纯净、纯善、纯净、纯善，没有一点恶劣，你就自己都赚到了。啊，不是一直沉沦的。像生命来的不容易哦，真的。像现在人到啊不懂了，一个家庭啊，夫妻小孩啊，一生就过了，每个世界都一样。但是现在啊，这高科技呢，给大众讲，身体是科技，科技啊，不要为了爱的人啊，不要一个家庭，自己不能成长，太可惜呀、啊！没有人懂啊。像我们现在向往道，我是事业很重要，一直超度。啊，超度超度，一直超度。啊，所以啊，持生命的、啊，啊，佛法的教导提醒，还是一生一生都要提起。啊，拥有许多任务和使命等待自己已完成，持生命存在并非为自身满足享乐，而是更高的目的和意义。高科技哦，真的是高科技。像我给全世界人讲啊，像我们身体啊，过去生过去生，不管你做好事、啊、恶事都在你身体。啊，这个身体啊，我也给大众讲又听。宇宙准则啊，只能善，不能恶。啊，你违背了宇宙准则，你就输掉了。你身体就给魔众给附体。啊，所以啊，此生命存于并非为自身满足于享乐，而是更高的目的，以此一生，而是再来世。孩子们啊，需要面对啊许多重要的任务使命，其中一项任务是找回自信，回归内在最真实本质。可以的嘞，啊，在这迷失的世界中，孩子常常迷失自我，啊，埋头于外在的追求与表现，不懂了，就好像啊，一个男众女众，还有吸引力啊，没他会死，这是很严重的。真的啊，所以给大众讲要听哦。所以啊，真正找回自己啊，找回真实自己。科技的科技啊，所以佛法的教育啊，现在最是
地球人非常重要，地球啦，啊，包括宇宙银河系非常重要的。啊，所以救度众生也是再来重要的使命之一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要听哦。身体它是假象，它是借用的。啊，用这个身体啊，找回自己的自信，你跟我脚步就可以了嘞。啊，一脚不一，佛讲什么，啊，我们就做什么。有问题可以问佛。很棒的。啊，都没有后顾之忧。这样一次进化。啊，一直进化，一直进化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而且在相关大佛寺，啊，能透过修行的类型，啊，无私的帮助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说在这世上许多众生正在受苦，而自己可以尽以薄命之力，啊，介绍佛法了。佛法不是迷信哦，啊，介绍佛法是身心疗法，给大众讲，你要改个性才能身心疗法。你不改个性，不能身心疗法的嘞。啊，以各种方式来解决有需要的人。身心疗法，给大众讲哦。啊，你来我们贵宝地。啊，要超度。啊，没有钱怎么办？做义工也可以超度。啊，你不超度啊，众生不会给你化解它嘞。主要慈悲的行为啊，不仅对他人有益，也能够扩展自己心灵内在的智慧。可以的嘞，身体是科技的科技哟、哦，在相关大博士啊，才知道生命的可贵啊，啊，真实的自己可以找回的来，像我们在开发灵性的提升啊，啊，你学问再好没用，你不能跟沟通都不行。灵性提升很重要，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很多人呢对学佛不懂，不然我们相关大佛是不懂。
啊，相关大佛寺啊，啊，佛住在这里的。啊，可以讲百千万劫难遭遇，学好功夫啊，帮助人，他不用吃药的，他是身心疗法。啊，身心疗法给大众讲很重要，跟众灵沟通的。啊，说借由啊慈悲行为，不仅对他的有益，在这里教学，大家要听我。啊，自教自证，最终给大众来到小木岛可以解脱。我们都在帮助人的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啊。啊，听经要会听，啊，身心疗法你要改。假如你身心疗法你不改，那不是佛法。所以，借由完成这个使命，孩子可以逐渐解脱。慈悲行为不仅对他人有益，也让啊扩展自己心灵和内在智慧。这是再来重要的使命之一，啊。佛法教导孩子应以慈悲智慧，尽自己本能力量，啊，无私地奉献于和帮助他人。啊，这世界许多众生正在受苦，不听话就受苦了。所以啊，啊，救度众生也再来从重要使命啊之一，从佛法教育孩子应以慈悲智慧，尽自己本能力量，无私地奉献和帮助人。啊，说在这世间许多众生正在受苦，啊，而自己可以啊尽微薄之力善行和广帮助他们。刚刚我也给现在网站在讲啊，我们这里是不是要生理疗，可是来这里个性要改才有办法救。而且不是我跟着佛一直学迷佛的学，不是的。啊，以各种方式来解救有需要的人。啊，所以慈悲的行为啊，不仅对他人有益，也能够啊扩展自己心灵内在的智慧。你帮助人一直开悟的啦，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在我们相关大佛寺啊，主要在净法了，啊，净法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。啊，获得内在清净自在。啊，知晓啊，此生最终将，啊，将往解脱之行，跟佛对应容易的来。啊，自己头脑不能想东西，像我们现在人到败笔，就想把病想来，很多人不懂，而且也不能自私，自私终身就苏醒，很多人不懂的来。像我们想解脱啊，要面对，真诚很重要。啊，对谁都真诚。啊，解脱不逃避啊，啊，逃避什么不面对，那不能解脱的。要面对啊。啊，说超越世俗迷惑的境界，啊，觉悟此生，
能够关照自己身心。啊，看破内在执着烦恼，啊，并逐一的放下屠夫，所以啊，解脱自己的内在的转变，主要是灵性的体质啊，觉醒突破了，在看破内在啊，执着于烦恼，啊，逐一放下屠夫，所以啊，解脱是一种内在转变，让孩子得以啊。超越有限生命，提升灵性，觉醒突破，啊！所以在这再来的旅程中，啊，灵性成长是孩子必须追求重要目标啊，很重要啊！所以呀、啊，在修行者学习，啊，是一生再来时，孩子有着重要使命任务，找回自信，救众生，实现解脱。啊，灵性成长是努力追求目标，所以啊，当从虚中清醒，啊，并以意义方式来体会生命，孩子啊，将走出一条充满智慧、慈悲内在的平静，可以的啦。像我们现在啊，把自己忘掉为重。啊，珍惜啊，保护每分每秒。你看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